这个估计是今天最后的视频了啊！我刚才在那个门口买了个电影票，这个是蝙蝠侠的，挺贵的，这个11块钱大概就是44人民币啊。然后呢，他给了个眼镜，还多收了我2块钱，这眼镜大概就是10块钱左右吧。嗯，完这是白给的，门口还送了个牙剃胡子的。因为我的这个火车票是10点多的，我现在待着10点没事，现在6点多7点，我搁这看完个电影是9点多，然后我去火车站啊，看2个小时电影。这个跟波兰比贵太多了，本来我想看 IMAX 那个，但是 IMAX 那个怎么说，就是7:50的，我不赶趟了啊。这是电影院。现在是在9 Spider-Man 开始了，开始，来吧。Arthur Curry, the Aquaman.